诸位朋友，我们这一节介绍老子的思想呢，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叫做道。老子是道家的创始者，他对道的看法当然是最重要的了。我们如果说了解了这个概念的话呢，对于2000多年来中国文化里面受道家影响的部分，就会有一种特别的领悟。要了解老子的道呢，我们靠这样的叙述啊，恐怕很困难。最好的方法呢，还是要去针对老子提供的原文材料做个说明。那我们所要参考的材料呢，有关道的部分，我们只挑出2章来说，但事实上呢，有6章跟道关系最密切。我先把这几章说出来，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手上啊，都有老子这本书对照来看。老子里面关于道呢，最重要的是以下几章：1章、4章、14章、21章、25章、42章，1、4、14、21、25、42，这6章是非常关键的，对道集中的加以描述。那么我们如果说要问哪一章是最关键最直接的，那当然是第25章了。所以老子的第25章是专门讲这个道是怎么来的，也就是说道这个概念呢，它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老子把它称作道呢？我们先一般的分析一下古代的道这个字。道就是路，代表途径，任何东西的存在跟发展都有它的途径啊，所以花、昆虫、其他的这个动物，包括太阳、月亮，每一样东西的存在跟发展都有它的途径。因为存在跟发展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它存在吗？第二个它如何发展？发展需要在时间里面，在时间里面展开的话需要有路可走。到现在很多人还是用这样的词啊，比如花有花道，茶有茶道，就是有一种途径，一种方法，让你把花跟茶它能够存在的特色表现出来。那么我们如果讲到道这个作为途径来看的时候呢，它也牵涉到规律，因为你发展到最后啊，有固定的规律，像宇宙的发展，春夏秋冬就变成规律了啊。那么在根本上来说的话，它是指存在来说。那宇宙万物如果没有存在，怎么会有规律呢？没有花怎么会有花道呢？没有茶怎么谈茶道呢？所以这个道本身呢、啊，作为规律，作为途径，最后都要还原到那有没有什么叫道的东西呢？所以老子第25章就专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呢，这一章一定是非常的特别。那么各位不妨打开老子第25章，就会发现一段话，我先简单念一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8个字，这是一开头8个字。混这个字啊很特别，有一样混然一体的东西，混代表还没有区分，所以有时候你看中文的时候啊，反而会觉得这个字有什么意思，你看不出来。你如果从西方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混这个字代表尚未区分，没有区分就不能分别，没有分别就没有个别的东西存在，它是混然一体，好像你朦朦胧胧看到混成一片，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只知道有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一说它是什么东西，它就有区分。所以这是西方哲学家，像黑格尔说肯定就是否定。为什么说肯定就是否定呢？当我说这是一张桌子，这是肯定，就代表我否定了它不是别的东西，所以肯定就是否定。当我还没有说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它有无限的可能性，它可以是桌子，可以是椅子，因为一块木头造的东西啊，可以是门，可以是窗，可以是墙壁。但是我一说这是桌子，它就不能是椅子，不能是墙壁，不能是门窗，这叫做肯定就是否定。你没有肯定之前的话呢，它是混成一体的啊，好像是混混沌沌。所以在这个庄子里面提到混沌的故事啊，就是混沌本来是在中央的，它的北方南方都有帝，帝就是皇帝，代表他的统治者，常常在中间这边游玩。混沌呢对他们都很好，
我们讲馄饨，千万不要想到我们吃的馄饨啊。那么后来上下啊，北方南方的皇帝想报答馄饨，说这个馄饨好可怜呐、啊，连眼睛也没有，耳朵也没有，就是没有七窍。他说一般人都需要七窍才能够看，才能够听，才能够呼吸，才能吃饭。结果他们就商量帮馄饨开窍，七天开了七窍，七窍开馄饨死了。当然在庄子里面这是预言呢、啊、说明一旦区分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到原始的状态。那原始的状态呢，是尚未分的时候，代表一种和谐。现代心理学家有时候描写人的困难，就是说很多人的痛苦啊，来自于离开母体子宫之后，他一生都在寻找重新回到母体合二为一，但是他后面所寻找的母体不再是以前的母亲啊，而是在这个世界上能不能找到一个归宿，让他可以安定下来，感觉到在这里一切都很好，不再有任何需要，不再有任何欲望，也不再有任何欠缺。所以我们在这边就要思考了，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先天地生四个字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比天地还早。所以有些人把道等同于天地，等同于万物，是不能成立的。在老子看起来，道是天地之前就存在的。我们就要问呢、啊、天地对人来说，它是万物产生的一个场所，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才有万物生存发展的空间。那么人类当然在万物里面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在天地之前就存在的这个东西怎么去理解它呢？这时候就要靠一个西方哲学的概念了。我是尽量不用西方哲学，但是因为西方的学者对于宇宙本体的研究啊，跟老子的心得有很多地方类似。西方用一个词来描写，叫做自因，自己的自，原因的因，就是自己是自己的原因。各位想想看，我们所见的一切，包括我们旁边的朋友，啊，我们所见的东西都是他因。他因就是说，这朵花啊是别的花的种子使它开的。那这桌子呢，是别的树啊提供的木材，你才能造成桌子。我们所见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一个原因造成的结果，它本身不可能做自己的原因。我们人类也是一样啊，都是父母所生。那你再问父母呢？父母是父母的父母所生，你不能问到最后啊，说那最后怎么办呢？最后只有两个可能嘛，第一个是猴子变的，但是我们又觉得这不太像啊，猴子现在怎么没有继续变呢？为什么偏偏我们的祖先就变了呢？第二个是说，推到最后的话呢，只好推到一个上帝了。推到上帝的时候不能再问了，你说上帝是谁造的，这不能再问。我记得我女儿小时候啊，念一个基督教办的幼稚园，经常听老师讲圣经故事，三岁多就回家说，老师说啊，世界是上帝造的。他就问我了，他说那上帝是谁造的？你看三岁的小朋友都知道问了，上帝是谁造的？我跟他说这个问题太复杂，你长大就懂了。长大之后也没懂，一直到小学五年级，有天回家很生气，说我今天才发现你以前骗我。我说我怎么骗你呢？他说以前我问你人是不是上帝造的，你说是啊，啊，我今天才知道人是猴子变的。啊，他们在小学五年级啊，看那个生物百科全书，看到猴子慢慢站起来变成人。事实上这是达尔文的假设，从来没有证实过，达尔文也承认这是假设，他无法去找到演变的每一个环节。所以我们今天要谈论什么问题呢？上帝的定义就是他只能够创造万物，本身不能被造，本身不能被造就是上帝的定义。你说这个定义不公平，那你不公平也没办法呀，你总要推到最后有一样东西不能被造，它自己是自己的原因的。凡是被造之物呢，原因是在外，我被造了，原因是父母亲，父母在外啊。那么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外面的原因造成的，叫做他因，别的东西是我的原因，只有一样东西是自因的。你现在说假设宇宙万物没有自因，没有任何东西自己是自己的原因，那宇宙万物怎么可能出现呢？所以中国古人怎么推呢？推到天，天生真名，天作高山，你读诗经就发现他用天来作为最后一个字音。没有人问天怎么来的，你问天怎么来的，别人会说奇怪，这怎么问呢？天怎么来的？
天就是本来就自己有的，这就是答案。我们如果对这答案不满意的话呢，那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在思考老子的道的时候呢，道代替天，道本身是自因的，自因的东西呢一定是永远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因为它不存在的话呢，它自己是自己的原因，它怎么出现呢？所以如果一样东西是自己的原因，它一定是永恒的。这就是西方学者研究这类的问题啊，最后的答案就是宇宙万物里面一定有一样东西是自因的，它来创造万物。那你看老子讲的像不像呢？有物混成，有一样混然一体的东西在天地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就接着就要描写这样东西咯。说它怎么样呢？寂兮寥兮，寂兮寥兮代表寂静无声啊，空虚无形啊，你听不到你也看不到。但是底下两句话就重要了，叫做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这两句话充分说明老子的智慧。什么叫独立而不改呢？他独立长存而不改变，能够永远不改变，那一定是永远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消失，像人的生命万物也好，慢慢消失，都因为在改变嘛。你只要改变就慢慢消失了，不可能说改变之后不消失的。庄子里面讲个故事，他说有一条河，河水啊一直非常多啊，它为什么没有消失呢？因为风吹过来，太阳晒下去，河水慢慢消失。它之所以能够保持这么多水，是因为有一个源头，我们现在叫源头活水。有源头的话呢，你后面再怎么太阳晒风再吹，它一直有源泉滚滚而来。如果没有那个源头的话呢，这条河流啊很快就变成河床了，干掉了。所以呢，老子提到说道独立而不改，独立长存而不改变，不要小看这五个字，独立而不改这五个字就说明道是永恒的，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改变的话呢，它就符合我们所谓的自因的条件。第二个，周行而不殆，叫做循环运行而不止息。循环运行什么意思呢？我们叫回圈，到处都有道，但它不会停下来，所以这叫做普遍性。任何地方都有道，道的循环回圈是弥漫在任何地方的，这就是说明道的特色啊，它能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永远长存啊，没有任何减少，也没有任何地方它无法去照顾到的。那这叫做什么名字呢？它可以作为天下万物的母体，可以为天下母。所以在简单的一段话里面呢，第一个谈到天地，第二个谈到天下。天地跟天下不一样，天下包括万物，天地的话指自然界的最根本的天跟地。所以这个道呢，在天地之先就存在了，它可以作为天下万物的母体，从它那边过来的。从这简单一段话就知道说，老子的道啊，确实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道体。道体就是道的本体，也就是道的本身，是一个绝对的究竟的真实。我们很难想象在2000多年前呢、啊，就有这样一套思想。你西方哲学念得再多，看到老子这段话都会很惊讶。有西方哲学家个个都在问宇宙最初是什么，怎么来的。你如果不讲哲学只讲科学，很抱歉，宇宙有大爆炸大霹雳，那大霹雳怎么来的也没有人知道，最后还有结束。来回啊，即使是200多亿年也是有开始有结束。我们也知道200多亿年之前，200多亿年之后，听起来很长久，但是只要你算得出来，讲出一个时间，几百亿年都是时间过程，最后都是会消失的。你就必须找一个理由，那它既然会消失，它凭什么出现呢？所以在研究这个老子的时候，这段话呢可以说是关键。他后面接着怎么说？后面接着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勉强叫他做道来了。原来道这个字啊，是老子勉强说的，并不是说一开头就有一个道大家去认识他，没有。一开头呢，那个道根本是你无法用眼睛掌握的，无法用耳朵去听的。那个道它是你现在看到的万物呢最根源的一个什么来源啊，这叫做自因，自己是自己的原因。所以这段话可以说是非常清楚说明了这个道理。那么宇宙万物从道而来，最后再回到道里面去，老子强调的是这个。既然从道而来，不可能离开道就不见了，能够离开道的只有谁呢？
只有人类。人类离开道是因为他的认知啊走错方向。我们已经谈过认知的三个层次，那么我们将来讲德的时候呢，会再进一步讨论人的认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要念老子的话呢，首先就要看他的第25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积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这段话已经把天地万物的根源归之于道这个名称。这道的名称是勉强的，老子也不知道他什么名字，勉强叫他做道。所以我们今天研究这个老子的思想的时候呢，我们一说道，很抱歉，你说得出来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就回到第一章了，道可道非常道，从此而来。那这你讲完第一句之后就要讲第二句了，名可名非常名啊，因为你不给他取一个名字叫道的话，我们怎么讨论呢？讨论的时候无从下手。但是你讨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我们所说的道并不是道本身，道本身是不能说的，它是包含一切的整体啊。所以老子的思想可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显示他在哲学人类哲学上的高度。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当代的重要哲学家海德格尔对老子特别推崇。我简单介绍一下海德格尔，他的年代在1889到1976。海德格尔是德国的哲学家，很多人只知道沙特，不知道海德格尔，这很可惜啊，因为海德格尔的思想呢是更为完整的，他是存在主义的代表。所谓的存在主义呢，就是要强调存在这两个字是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性。存在主义是西方来说的话是很特别的一个学派，因为西方的哲学啊，从中世纪以后就走入一种思辨系统，思考辩论的一个系统。从近代以来呢，从笛卡尔一直到康德到黑格尔，都是偏向唯心论，就是以人的理性呢来作为了解万物的基础。因为万物本身呢没有意义问题，只有人类才有思考能力，也就有意义问题。所以这个意义问题出来之后呢，谁能给他答案呢？还是人类的思想。所以这叫做偏向唯心论啊。那么到了存在主义，就把焦点转到我的生命有什么特色，我是团体中的一份子，或者我的生命是独特的、独一无二的。所以就把存在两个字规定为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性。那么像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叫做《存在与时间》，他用时间这两个字来切入存在。什么叫时间呢？因为只有人类才有时间意识，人类之外其他生物呢对时间没什么感觉，他不会觉得我已经老了啊，我已经没机会了，其他动物没这问题啊，他因为他没有思考能力。那人类的话呢，他的意识啊，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刹那都在问自己，我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或者我现在在选择成为我自己。所以存在主义里面呢，像海德格尔的思想就很强调要做你自己。但是做你自己是做别人眼中的你呢，还是你自己心目中所要的你？所以最后还是一样，你了解自己要什么吗？所以存在主义这些思考的模式啊，对现代人来说很有启发性，原因在这里。因为以前呢比较喜欢谈思辨，思考辩论，谈一谈知识理论，谈谈形而上学，而存在主义对于人的生命特质啊，个别人的特质要加以掌握。他所谓的存在是个人的存在，而不是普遍的存在。所以海德格尔这位大哲学家晚年的时候呢，在德国他碰到一位中国学者叫做萧思义教授。那这位中国学者在德国呢做什么工作呢？他主编一套百科全书啊，中文的百科全书，他负责找资料。有一天两个人碰到面了，海德格尔非常高兴，因为他一直在念老子的《道德经》的各种翻译本。《道德经》的翻译很多啊，听说仅次于圣经啊，超过100种以上翻译，不同的翻译。但是不同的翻译再怎么看啊，很多地方还是翻不出来，道就是道嘛，你再怎么翻还是道，那怎么办呢？所以海德格尔读了很多翻译本之后觉得不满意，他觉得自己很了解老子，但是所有的翻译呢都没有写出老子真正的思想。所以他碰到一位中国学者就商量，我们一起合作来翻译老子，于是约好了啊，每星期见一面。这位中国学者也很有个性，他跟海德格尔讨论老子讨论了8章就吵架了。吵架的时候呢，他跟海德格尔说，他说这句话不是你说的意思，他说你不懂中文，这句话你弄错了。海德格尔说，你虽然懂中文但你不懂老子啊，两个人就没有交集合。讨论8章之后就拆伙了啊，就是大家都觉得对方
这个不能得到，不能给自己什么帮助。所以还这段故事是萧教授后来写文章写出来的，他还特别写了一副对联给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挂在他的书房里面，就属于老子。意思我大概说一下，他说谁能够在浑浊的情况下让他静下来，慢慢越来越清，清就是干净清爽呢？浑浊的情况之下，谁能让他静下来变得清爽？这是第一句。还有第二句，谁能在安定的情况下能够使他活动起来，慢慢产生生命力呢？所以这两句话呢很有意思。一般人只注意到第一句话，孰能浊以动，浊以静之徐清啊，他原文是这样讲的啊，应该是老子十六章吧。孰能浊以静之徐清，谁能在浑浊的情况下让他静下来，慢慢变成干净呢？就代表天下那么乱了，你要让自己静下来，你自己静下来，天下就自然静下来了。但是还有第二句话，如果你只看第一句话的话呢，会以为老子的思想只是让你逃避世界嘛，啊，避免这个纷乱。还有第二句话，孰能安以动之徐生，在安定的情况下，谁能使他重新活动，产生各种生命力呢？因为你不能光静哦，光静不动的话，学习道家没什么意思，学了之后就面壁去思过去了，学了之后就没有什么活力了。所以这两句话要同时看，浑浊的时候安静下来使它变得轻，安定的时候使它活动起来产生力量。所以老子是两面的啊，其实任何哲学家都有两面哦。就好像你学儒家看到孔子啊，你就知道说孔子其实也很向往他的学生所提的志向，叫做真典的志向。你很难想象孔子听到学生说春天快结束了，我穿上春天的衣服啊，跟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孩子到沂水边洗洗澡，到五鱼台上吹吹风，然后一面唱歌一面回家。孔子居然说我欣赏真典的志向，这个想法跟孔子其他方面的言论跟行为并不配合哦。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啊，现在这个学生说我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啊，过得轻松一点，带着这个朋友们去河边洗洗澡唱唱歌，这怎么叫做儒家呢？但是孔子照样欣赏他，就代表一个学者他可以做一个特定学派的代表，但他内心里面其实两方面他都希望有的，一方面能动，一方面也能静。老子也不例外，这一章就是一个明确的证据。所以海德格尔在西方作为最重要的当代哲学家，他为什么喜欢老子？就因为老子的思想的那个道啊，使他非常感动。怎么感动呢？我们再深入分析一下。西方学者都知道有一个存在本身，就是上帝。但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呢，对于存在啊，我们先不谈上帝，因为只有基督徒他才会把上帝当作存在的代表。一般学者尽量不要谈上帝，他谈存在本身。谈存在本身的话呢，就有一个问题了，你如何界定什么是存在呢？于是你从你所见的万物来界定什么是存在，我从结果推到原因嘛，因为任何结果一定带有原因的某种成分。比如说你现在做一个电脑，我看了这个结果就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啊，你现在做一张桌子，我看了之后就知道你的心理想法是这个桌子做什么用。所以任何一个结果都反映出来原因的某种特质。好的，问题来了，因此西方学者在这个路线上出了差错。什么差错呢？他把万物的存在当作所谓的存在本身的一个影像啊，就是我从结果来推原因。但是只有存在本身是不能从结果来推的。为什么？因为结果推到原因的时候都是相对的啊，相对的。比如说你在动物园看到这小动物，它长得很像什么，你就可以推到它的父母亲啊是什么样的动物，因为这个结果一看就知道它原来是什么动物的品种嘛。但是你再怎么推都是相对的啊，因此我就要问了，你能从这个万物的特质推到万物的根源可以吗？你没办法推。就好像我们以前谈到西方人讲上帝，不能说上帝是什么，只能说上帝不是什么，就这同样的道理啊，就是说结果跟原因呢、啊、是差别大得不得了。我们现在说宇宙万物都在变化之中，这一句话就跟那个道独立而不改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过道独立而不改，道从来没有任何改变，人的世界万物呢从来没有任何时候不再改变的，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在变化，
那个道是不改变的，所以从这边来看的时候，道跟万物完全不一样。所以你怎么可以从万物推到道呢？你从万物一推就推错了。所以海德格尔对于西方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都很不满意，因为这些哲学家都从万物去推，推到万物的根源，以为根源跟这个万物的结果是类似的。所以海德格尔特别强调，他说存在本身呢、绝不能让你去推，它跟万物是截然不同。所以他念到老子的时候就特别开心，认为老子掌握到这个不同啊，就是道完全不变，万物呢一天到晚都在变。所以老子这个想法获得西方哲学家的一个什么认同，他们认为这种想法是正确的。我们在开始介绍老子的时候，各位还记得吗？我们谈到存在上的虚无主义，如果你那个道也是一种变化之中的话呢，那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因为凡是变化之物呢最后都会消失。那你道再怎么伟大，如果它变化最后也消失，那你没有解决问题啊。所以老子的智慧就在这里，他把道提出来，他说道永远不变，这样一句话就让你存在上的虚无主义可以化解。就是我觉得存在的最后总是要死啊，死了之后这个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那这种想法现在你了解的道就不用担心了，因为道是根源啊，它本身是自因的，所以人生只有一个目的，就要跟道结合。就好像你现在问怎么样使一滴水不要干涸，把它丢到海里去，一滴水只要离开了海终究会干掉了，你把它丢到海里面去，它就没有干的问题，不会被晒干啊，不会被吹干。所以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一样，就好像一滴水，你要让这个生命永远存在，把它回到根源，回到道里面去。所以这是老子他这个基本的思路啊，思想的路线。那么这样的一种思路呢，它就可以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万物的来源找到了，万物的归宿呢也找到了，万物从道而来，最后回归于道，所有的一切呢是平衡和谐的。我们人类不一样哦，人类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为什么那么麻烦呢？就好像西方学者怎么问上帝，他说如果上帝造人是为了爱人的话呢，为什么不直接让人死了之后升天堂呢？为什么上帝好像有一点无聊，把人造出来之后让人自由去做好做坏，坏的还下地狱，上帝还特别要造个地狱装坏人，这不是很麻烦吗？本来上帝一个人就完美了嘛，对不对？上帝是完美的，他什么都不需要。那现在造人类之后呢，人类又有好有坏啊，他还特别造个地狱惩罚坏人，所以这不能解释，这对于上帝的这个仁爱呢是有伤害的。所以西方学者在最早的时候就有一派叫做万物复原论，万物最后会回到上帝的怀抱中，不管你做好做坏。那么印度教、佛教就加上轮回，哎，你做坏是吧，那你慢慢轮回，最后慢慢变好啊，这也是符合万物复原论的一种想法。但是呢，这种想法有时候在人的理解里面很难通过，因为它拖延太长了，轮回恐怕是几十世、几百世，轮到最后也看不出最后会变好的迹象，人类越轮回越痛苦啊！如果说人类越轮回越快乐的话还有希望啊，这一世比上一世好，下一世比这一世更好，但是没有人可以证明。我们现在只发现人类很多，但是呢痛苦人越来越多，不像会减少的样子，所以呢这是一种这个挑战。那至于说尼采的话呢，他提出更有趣的说法，当然在他之前的斯多亚学派已经提过了，把宇宙当作封闭的宇宙，叫做万物循环出现。比如我现在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啊，各位在前面啊，我在上课，这种场景啊100亿年早就出现过了，将来还会再出现。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重复过去的走过的轨道，我们俩今天吵架，100亿年以前我们已经吵过架了，但是今天还是要吵，你不能够摆脱这个宿命。所以这是尼采的想法，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你只要了解它是封闭的宇宙就知道一点也不奇怪。如果宇宙是封闭的话，宇宙里面能量是一样的话，物质是一样的话呢，它再怎么碰撞到最后只能形成一种规则，重复再来，重复再来。所以尼采最后发疯啊，也恐怕跟这个有关啊，因为这种想法实在让人受不了啊，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要重复再来，几百万年前、几千万年前做过的重复再来啊！但是你有没有可能变得不一样呢？这个他也不能回答。
所以呢，在思考到人的生命问题或者宇宙万物来源的问题呢，这一系列是最深的思想。啊，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讨论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能解决。所以你先问老子，道为什么那么麻烦呢？让万物出现，最后再回到道里面去，老子也不能回答，他只能告诉你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啊，就这样发生了。但是你了解老子的思想系统呢，至少有一个好处，你现在知道有一个叫道的东西，它是一个整体，你在整体里面呢，从它而来又回归于它，中间减少你认知啊个人的独特的操作，你操作越多你就越带来困扰。为什么叫无为？无为就是让你不要有心造作嘛，你有心造作的话自以为聪明，到时候弄得天下大乱啊，人生的时间往往就浪费在收拾残局里面啊。所以老子继续说，他说这个道呢演变下来变成什么，有一句话常常引起误解，我们也要说明的。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四句话，这四句话里面最难讲的是哪一句话呢？最后那一句，什么叫道法自然？最容易讲的是第一句，人法地，人要取法的是地。什么叫地呢？你住的地方靠近山边，所以你的生活就要配合山的一个特色，比如打猎为生啊，然后山上各种特定的植物动物啦，会影响你的生活。你生活如果靠近海边，那你就要捕鱼啦。所以人的生存呢、啊，要取法于地理上的条件，这是第一步，没有问题啊，我们活在地上嘛。第二步，地法天什么意思呢？地要取法于天，叫天时，像春夏秋冬啊，春夏秋冬不是地可以决定，是天在决定哦，刮风下雨啦，春夏秋冬这个地啊，它的长什么植物啊，有什么生态，都靠事实在决定，叫做地法天。那天法道什么意思呢？它只是想让你知道天本身啊，还有更高一个层次在安排天的各种运行。那好了，最后一句话就麻烦了，叫道法自然。很多人说道要取法自然界，这不可能这样解释。为什么？这样解释变成循环了，又变成回圈了。因为地跟天代表自然界嘛，那地法天，天法道，道又回过来法自然，哪有这种话呢？这样变成是绕圈子，没用的，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在这边先说明一下，细节呢下节课再说。先说明自然代表自己如此。老子里面出现五个自然，意思都是自己如此，自就是自己，然就是这样如此。那道取法什么呢？道所取法的是自己如此的现象。换句话说，宇宙万物为什么是这样子，花为什么在春天开在夏天开呢？没有人知道啊。这个树呢为什么可以长高呢？没有人知道，它就是这样子。所以道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样子呢，你只能接受，你不能说我要安排这个好这个不好。你说这个地方应该开红花，那个地方应该开黄色的花，你去规定的话呢，你就是人为造作，规定之后呢就不可能持久，将来会有它的问题。那自然界本身的这种自己如此的状态呢可以维持长久。所以这样的话就把老子的道呢跟这个万物的这个关系呢可以连起来了。那么接着我们看完毕老子第25章是最重要的，谈到道这个名称怎么出现，就已经发现了啊，它这个是可以有西方最高的这个是觉悟的能力，能够了解到自因啊，只有道是自因的，除了道之外都是他因啊，因此自因之物呢永远存在，他因的话就充满变化，这样就可以暂时得到一种清楚的理解。那么如果我们再问，那么这个道怎么生出万物呢？老子里面有一章叫做第42章，老子第42章呢说得很清楚，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到这边为止。这段话的解释啊太复杂了，但是其实我们觉得没有那么复杂，你注意看原文就知道了，什么叫一，什么叫二，什么叫三啊。我们在白话里面为各位简单说一下，道生一的生呢并不是真的生出来哦，不是说这个母亲生孩子的生，生代表展现，生这个字不要把它都想成是这个是大人生孩子这个生啊，生代表展现。我这样讲不是没有根据的，各位念过易传就知道，在易经的系辞传就提到易有太极，四生两仪，那怎么生？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那怎么生？所以那个生不是生呢，代表展现。就在这里我们怎么翻译呢？道展现为统一的整体，叫做道生一，代表一这个字啊，常常代表整体。它因为是整体嘛，所以只有一个，不能有两个，有两个就不叫整体了啊，有两个的话就代表部分嘛。所以道生一，道展现为统一的整体。那什么叫一生二呢？统一的整体展现为阴阳二气，二代表阴跟阳，这是符合古代的思想的啊，像易经里面讲阴跟阳，所以二就是阴跟阳。统一的整体它展现出阴跟阳，为什么需要讲阴跟阳呢？阴代表受动力，阳代表主动力。所以当你讲到变化的时候呢，先讲气的变化，气就是阴气跟阳气，变化就是有主动力有受动力，你这边主动那边接受，它就合成了一个变化运动的整体。那什么叫二生三呢？阴阳二气交流形成阴阳和三气。二生三的三比较特别哦，因为从山底下直接接到万物，三生万物。所以我们再简单把原文了解一下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为什么只说三不说四呢？不说五不说六呢？因为到三的时候就代表阴跟阳是二，它们的结合状态是一种第三个结合成一种特定的和谐状态。比如我现在说这边有一盆花，有一朵花，这个花本身呢、啊、也有阴气也有阳气，还有什么呢？还有阴阳的某种比例啊，造成它的和谐的状态，使它成为这样的花，而不是成为别的花。你到外面去看看自然界的东西，每一种自然界的东西啊，都是特定的材料构成的，它就是阴阳二气合成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呢使它得以出现啊，因为这种状态使它得以肯定，它是这个而不是那个。没有任何东西呢不是在肯定自己之后才能够出现的，一旦肯定之后就不能够改变咯啊。我们举个例子比较容易了解的，比如我砍一棵树，拿了木材，这个木材做成桌子就不能做椅子了，还没有做之前它有无限的可能性，有这个木材啊可以做桌子椅子，这个门啊窗都可以，但是一旦做成桌子就不能做别的东西了啊。这等于什么呢？阴气跟阳气有各种比例的结合，一旦结合成为一样东西，使它出现就不能再换了，就不能再结合成别的东西了。所以到三的时候呢，这个三代表阴跟阳跟和三种气，接着就三生万物，三就可以直接展现出来什么万物了，有万物都是阴阳和三个结合的力量。所以最后才讲这一句，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这不是很难理解吗？负阴而抱阳，我们说万物呢它是背靠阴而面向阳啊，由阴阳激荡而成的和谐体，把万物每样东西当作一个和谐体，一定是阴跟阳的结合。这在庄子里面发挥的更直接，他说阴跟阳就是人的父母亲，就是无异于人的父母，阴气跟阳气。你说我们的父母不是特定的父母吗？是的，但是基本上我们的父母也要找他们的父母啊。你一直往上找到最后只能说宇宙里面有两种气，阴跟阳，阴跟阳气的结合呢就构成了特定的生命。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在人的身上，比如现在心理学也提醒我们，一个男生身上也有他阴柔的部分，一个女生身上也有他阳刚的部分，他性格本身啊他是阴跟阳结合调和而成的。没有一个人呢、啊、是完全阳刚的，我这个男生完全阳刚不一定啊。我们说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啊，像这个就说明什么，男生有时候也很软弱，也很这个是柔顺呢、啊、女生有时候女子虽弱为母则强，她也非常的坚强啊。所以这就说明人的身上，其他万物也是一样。所以老子的思想里面呢，从道显示出来成为万物的时候呢，在这里我们发现什么，它经过了阴跟阳这两种气的中介，由这两种气作为中介的话也符合易经里面的道理啊。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这个类似的说法太少，平常我们研究的时候很希望说老子谈到阴跟阳最好有三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对照研究了，它只有一个地方的话你就很难对照研究啊，这叫做孤证，只有一个孤单单的证据。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话还是可以让你了解啊，因为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阴跟阳跟最后的和谐体，前面讲到三
三就是阴气阳气跟和气，后面讲到负阴而抱阳冲气也为和，完全配合。所以整段话看起来的话就很简单了啊。我们知道庄子怎么解释，你将来看庄子你就知道，庄子讲这段话的时候讲的没有人听得懂。他说啊道展现为一，哎，你说一的是吧，所以你既然说一就有二啊，为什么说一就有二呢？道本来没有名字啊，你说它是道就代表道是一个被你指称的对象了，你说道展现为一，那展现出来的一跟道变成二了，所以叫做一生二。那什么叫二生三呢？这个二跟最原始的道合起来又变成三个了，然后三呢道无穷，它是用语言的一种这个角度来思考，这是庄子啊。所以在庄子里面呢这段话也说不清楚，所以后代有很多讨论。我们今天在这里呢就要把这些讨论呢暂时放在一边，直接就原点来说。老子说的很简单，宇宙万物啊开始的时候都没有，只有一个道存在，这个道展现为一个整体啊，然后呢这个整体里面呢展现出阴跟阳两种气，古代中国人很喜欢用气来代表一种动力，那一个是主动一个受动，这两种气呢互相激荡摩擦，就形成了各个不同的小小的东西，万物嘛，那何止万呢，几十万几百万呢 啊那么每一样东西呢又有阴又有阳的成分，它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和谐的状态，就是万物个别的情况。所以每朵花每一棵草它本身都是和谐的状态，人类再怎么科技发展啊也不能创造一棵草出来一朵花出来，不可能。你说人类可以做这个克隆人，就是复制人，那你再怎么做你还是需要从活体身上使用某些细胞啊。你说你科技那么厉害，你完全从虚无中按照物质材料造个人，不可能，你连这个一朵花都造不出来。所以老子这个话呢是有他的这个观察啊，能够说把宇宙万物的这个变化呢找一个最根本的原理来解释，叫做一二三，然后是万物。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什么角度呢？为什么需要讲一二三？因为他需要找到中介。什么叫中介？从道不能直接找到万物，你从道找到万物的话，如果直接产生关系的话呢困难比较复杂。什么样叫做比较复杂的困难呢？就是道是一，是整体，它是永恒的，它为什么它又如何产生出许多万物呢？万物是变化多端的，在变化生灭里面，所以变化生灭的万物跟那个永恒不变的道怎么接上关系，这是大问题。所以老子的智慧在这里呢就用德来代表，等于是我道之下有德，德跟万物有关系，那这样至少透过德的中介啊，使那个道不要直接碰到万物，因为你直接碰到万物的话呢就使得这个道的超越性啊恐怕被损伤啊，有所损伤啊。那如果说你中间加上一二三的媒介，那就很安全了，好像这个道本身可以超然独立，那么人的世界万物呢都可以继续变化，不会对道有所损伤。这也是一种在哲学上啊建构系统的时候方法之一啊，就是说你不要让超越界跟个别事物啊直接接触。西方也一样，西方很喜欢谈一种观念叫做万物呢怎么来呢，它是神的观念造成的。那神的观念是谁呢？他们从宗教的背景讲就是耶稣，所以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呢他是透过耶稣作为一个言语。所以你看圣经这个旧约打开一看，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他说他不是直接造哦，他不是不用费力气啦到处这个努力造，不是，他说他用说的，有光就有光，有天就有天，有地就有地，说的，说的话代表什么？他跟他的本体可以有一个中介，所以耶稣被称作上帝的言语，叫做圣言，那个字叫大写 word word 啊，这是什么？这是西方的宗教传统。他这种宗教传统呢，其实在西方哲学影响很大，因为西方有1500年啊，都是中世纪的哲学，都是以基督宗教呢作为基础。那他们那里也是一样，上帝不能直接造，他要透过说话，他要透过耶稣，使他产生一个中介，否则你直接造的话呢，会有困难。什么困难呢？你直接造的话，你从一个永远的啊超越的一个神，跟那个变化的个别的万物怎么接上关系？你直接在一起的话，你中间缺乏联系啊，它的这个永恒性跟变化性两个怎么样去结合，是大问题。所以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老子这个智慧啊
确实令人佩服啊。你懂西方哲学人念老子啊，就有不同的想法。像这个地方我们说的，他用一二三作为中介啊，然后呢别的地方呢用德作为中介，道生之，德续之，德作中介。那么德作为中介的话呢，就使道呢暂时摆脱被万物变化所干扰的危险啊。所以这是我们谈到道。那么道的话呢，作为整体跟永恒的关联是指什么呢？就是一般讲，第一个叫整体，整体跟空间有关；第二个叫永恒，永恒跟时间有关啊。这两个人的生命呢，往往就在时空里面架构开来。你如果看空间，你说空间很大，宇宙很大，但是呢它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呢，再怎么大也是一个整体而已啊，自大无外，最大是没有外面的东西。所以道就是个整体。所以从道来看万物的话呢，譬如说你从你这一生整体来看，你会觉得自己没什么损失啊。譬如说你在这里或在那里，如果你有道家的觉悟的话呢，宇宙很小，地球更小，你只要在地球上，你说我这个现在在北京啊，现在在哪里啊，在北极好了，在南极好了，都在一个小小的地球上啊，你以为很大吗？你自己以为很大，其实想通了之后呢，没有什么问题，都在整体里面，你再怎么样都不会离开人的世界。你就算是坐太空船到了月球好了，你还是用人的观念在思考。你在月球上跟别人讲话的时候还是一样啊，一加一等于二，不会说到月亮上一加一等于三，不会的。像这个都是人类思考的模式啊，你是不能摆脱的啊，这叫做整体。所以一个人练习从整体来看个别事物的话呢，个别事物呢都变成不可或缺的，它是整体的一小部分啊，它也值得珍惜啊。那么另一方面，什么叫永恒呢？永恒是说打破时间的限制，不要只看今天明天昨天，因为人的生命从开始到结束在时间里面变化非常危险，变化代表危险，因为不可预测。那么如果说你从永恒来看的时候呢，这个变化根本不是问题。所以庄子后来就会开玩笑呢，他说如果我的手啊变成一只鸡，我就用它来当闹钟啊，叫我起床；我的手变成一个弹珠，我就用它来打野鸟烤来吃。这说明什么呢？变化是一定的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健康正常，能维持多久呢？没有人知道啊，至少在几十年一百年之后总是要结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真的不见了吗？如果那个时候真的不见的话，那你现在活的是做梦吗？对不对？因为你将来看今天的话真的是在做梦。我们今天在这边上课谈这些问题有吗？谈过吗？到你结束的时候，所有生命里面发生的一切都是跟做梦一样，没有人可以忍受这种情况。所以你从道家来看的时候，就会珍惜你每一个刹那每一个片刻，刹那就跟永恒结上关系了。有人可以从道来看这一切。所以老子这个道的观念呢，他一方面说明的他是万物的来源跟归宿。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的来源，知道自己的归宿，他就没什么好担心的。第二个，他让你从整体来看，从永恒来看，整体可以突破空间的限制。我家住的房子30平，你们家的40平啊，这边说平方米了，你再怎么大能多大呢？对不对？你内心开阔的话呢，再怎么小的地方都很开阔。你内心狭隘的话呢，再怎么大的地方也是很狭隘，这是相对的。所以我们就要培养从道的眼光来看，它是整体的。那么时间上呢，庄子为什么说一个夭折的婴儿比一个老人家更长寿？泰山很高吗？它还不如一个土丘。为什么这样讲？它就让你打破这种相对的观念，相对的比较。因为它从永恒来看，从永恒来看的时候呢，没有东西存在过，没有发生，也没有结束。所以庄子里面就提到，最高的智慧就是了解从来不曾有万物存在过。这个将来讲庄子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深入的去说明。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大概做一个介绍。所以这节课谈到这个老子的道啊，就知道说道怎么出现的啊，它的原点第25章第42章是关键。了解了之后就知道谈道家一定不能离开这个基本的这个立场。我们这节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